能，但我不是靠耳朵，而是靠心。你会明白的。上马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非常感谢你能来给我报信，而且我不希望你再回联合集，因为我会失手杀了你。撤！撤！撤！
他掉下去了，他死了。这儿有几十丈高，就是神仙掉下去也活不了。总算除掉了这个祸害。好了，计划圆满完成，现在该谈谈你们的事了。